我是 Jess and Hazy， 嗨，大家好。然后，就是我们距离呢上一次，就是我们这一次是巡回嘛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暖身的 acoustic 的巡回，为我们一月会发行的 EP。然后在这之前啊，我们已经有一年，大概有一年多没有到 live house 演出了，然后就是回味蛮久的。那谢谢大家今天可以过来跟我们表演这样子，然后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我们粉丝专页按赞，然后如果有的话，你们应该有看到一个那个影片，就是我们宣传的小小的短片，就是我们会我们有拍一个就是live 的演出的影片，然后做我们的宣传片，它是剪一个短短的30秒而已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，就是这首叫做 Lost， 那它也会收录在我们的 EP 里面。好 ，Lost。谢谢。